大家好，我现居香港，有50年的古董维修经验。象牙是一种珍贵的自然材料，常用于制作精美的艺术品和古董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象牙可能会受到磨损、破裂或其他损坏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象牙修复服务可以帮助恢复它的美丽和价值。我们的象牙修复服务提供专业的修复和保养，将你的象牙制品恢复到它们原本的荣耀。我们使用高品质的材料和工具，以及多年的经验和技能，将破损的象牙修复到与新品一样的状态。无论是古董、艺术品还是家庭装饰品，我们的修复服务都可以为你带来惊喜。我们的修复师傅擅长使用各种修复技术，包括填补、拼接和重新雕刻，以确保象牙制品恢复到它们原来的状态。如果你有任何需要修复的象牙制品，请联系我们的象牙修复服务，让我们为你恢复珍贵的象牙制品。如喜欢影片，请订阅、like 及分享，或需要修复各样艺术品，请留言给我。